30，二弟的30，今天是11月30号，我现在晚上的8点多，大家看一下，现在是在深圳的某一个地方，正在办美食节。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美食节。还专门要吃臭豆腐，并为长沙臭豆腐亲笔题词。毛主席在武汉期间还特别从长沙运来臭豆腐，从此长沙臭豆腐更加臭名远扬。许多中央首长和外国友人来到长沙都要品尝毛主席爱吃的长沙臭豆腐。后来长沙臭豆腐成为湖南省评为中华美食精品特别奖，上过中央二台、七台、九台和凤凰卫视，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媒体观众，备受广大食客青睐。今天呢，去过长沙旅游的，没有去吃过长沙臭豆腐就不算到过长沙。现在呢，长沙臭豆腐就在你眼前，不用去长沙。吃在嘴里，留在心里，欢迎品尝冰天冰淇淋，全程植物味，无添加，绿色健康，无用先进的视觉享受。没吃饭，你要留在这逛。美女，美女，最绝出色，冰天冰淇淋，是美女世界最神奇、最时尚、最最最。冰淇淋食，纯净美丽，老北京原汁原味，共同打造配方，一款好口味，生活正宗，美味打折。老北京冰糖啊，还有其他的冰淇淋。品浓的海南椰子汁，超级鱼油，有美容养颜，更健康。马尔代夫海南椰子汁，美味可口。生意生活食物，天下美食按摩是由陕西昆明而来，陕北的水，成都南乐，我们的中国的富二。好，林岩，嘿，哈哈哈哈哈哈，38度一啊，那看看呢，勇士不动。
积攒不断的经世里不回忆，我是金辉国现在我无处而回，我还剩现在我是朋友，再次出笔我走过这三年光阴，看透这世界人心，为谁我多想的哭泣，谁能够相信不必时间，那匆匆一握回首，那三年梦想感觉除了刚刚那一场牌，然后这场竟然还有一个单独的题目，然后这就是我们内地的夜生活，欢迎大家收看三十而立，谢谢关注，再见。